这个多少？这个年轻人了没？哎，你别乱开嘛。老板给多少？300。我靠，你骂我干嘛？下次我给你开50。上次骂我那个人，今天他又来摆摊了。等一下给他开50，看他什么反应。Hello， 喂，不理我、啊。别慌，先找个料子，今天要做个貔貅，他总要卖货的吧，所以不可能一直不理我。哎，你别走，这个多少？好，看一下，别乱开。这个1000。哎，你别乱开嘛。老板给多少？50。这个开200没有吗？哎，你别走，加我这100。不要走嘛，过来好好谈一下。你好好看一下，行不好裂又大，100可以了。那150行了吧？500，那我走。那个就不看了，不管看哪件，你就是想要我加钱，150行了。刚才我要走的时候，他拿别的货拉住我，没让我走，所以150他肯定能卖，只不过他在等着我加钱，想要便宜拿下，要断了他这个念想。但是他这个人比较容易冲动，我要做好随时被骂的准备。走回去。Hello， 喂，不理我，我操，不要了。买不要了，还给你。好吧，我怕你打我。之前答应朋友帮他做一个貔貅，今天可以完成的。有没有听说过家有貔貅万事无忧，貔貅逢凶化吉，开运招财？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，我也不例外。